小迪加动漫。小奥特之父，小奥特之母，你们怎么哭了呀？我们想我们的爸爸妈妈了，我们的爸爸妈妈去光之国好几个月了，还没有回来。那我就变成他们的爸爸妈妈，这样他们就不哭了。小扎基，小托雷基啊，你们怎么也哭了？我也想我们的爸爸了，他们出去打工很久都没有回家了。那我就变成他们的爸爸妈妈的样子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哭了。小雷欧，小杰德，你们怎么也哭了？我们也想我们的爸爸了，我们的爸爸出去打怪兽了，好久都没回家了。那我就变成他们的爸爸的样子，他们就不会哭了。哇，爸爸妈妈在跳广场舞，我们也一起加入吧。好呀好呀，准备好了吗？来了，三二一，走。小迪加动漫。妈妈，我们这是在哪里啊？我好害怕呀。宝贝，我们现在在托雷基亚的肚子里，你放心，妈妈会救你出去的。我没看，我没看，我没看，不是丢，不是丢。哼，这就是托雷基亚吃人的下场。你好，是119吗？我这里着火了，你们快来救火呀。小朋友，哪里着火了？没有着火，我骗你们呢。小朋友撒谎可不是好孩子，下次不要再打了。急救急救，我这里有人受伤了，快来救人呀。小朋友，哪里有人受伤了？没有人受伤，我逗你们玩呢。小朋友，以后不能乱打电话了，后果很严重的。警察叔叔，这里有小偷，快来抓他呀。小朋友，小偷在哪里？没有小偷，我逗你们玩呢。我看你就是坏人，乱打报警电话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叔叔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要带我走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救命啊！宝贝们别害怕，我是爸爸，我这里还有两个面具，这个给妹妹，这个给哥哥。哇，这个好恐怖啊。走，咱们一起去吓唬妈妈吧。哎呦我的妈。小迪加动漫。妈妈，人好多啊。那里有个空位置，你去那里坐吧。老奶奶，您坐我这里吧。好孩子，谢谢你。老奶奶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阿姨，你小心点。好的好的。叔叔，你可以坐起来吗？那边有个怀孕的阿姨没有座位。走开走开，没看到我在睡觉吗？叔叔，请你起来，你一个人占了两个位置，这样是不对的，你身为大人应该做好的榜样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阿姨，你快到这里坐吧。孩子，谢谢你。不客气阿姨。小迪加动漫。谁是我的宝贝？来，跟我走。妈妈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们快回家吧。小怪物，你走开走开，这是我小迪家的妈妈，你是个小怪物，你妈妈也是怪物，这里没有你的妈妈。宝贝，走，妈妈带你回家吃饭。哪个是我的孩子呀？快来跟妈妈一起去动物园了。妈妈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怪物，你怎么又来认妈妈了？这是我小贝斯的妈妈，你这个小怪物真烦人，快走开吧。妈妈，我们赶快去动物园吧。谁是我的孩子呀？我们要去光之国参加比赛了。这肯定是我的妈妈了。妈妈妈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怪物，你怎么总是认错？这是我的爸爸，不是你的妈妈呀，你怎么男女不分啊？爸爸，我们快走吧。他们都有爸爸妈妈，我也想要爸爸妈妈，我好冷好饿啊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里呀？小迪加动漫。妈妈，冰淇淋买。好凉呀，我不吃了。给弟弟吃。妈妈，汉堡包买。太大了，吃不了。给弟弟吃。妈妈，棒棒糖买。
太甜了，不吃了。给弟弟吃。妈妈，你快看，弟弟变成垃圾桶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小迪家动漫，妈妈，我可以坐摇摇车吗？小朋友，坐摇摇车要先投币哦。好的，可以，我们就坐一下下哦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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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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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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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妈妈，我也要坐摇摇车。小朋友，坐摇摇车要先投币哦。好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爸爸的妈妈叫什么？爸爸的妈妈叫奶奶。爸爸，我也要坐摇摇车。小朋友，坐摇摇车要先投币哦。爸爸没钱，坐不了。哼！哎呦我的妈！小迪家动漫，你要干嘛去？小贝利亚，我的妈妈生病了，我想去给她拿点药。不行，我爸爸让我在这看着你们，快点给我回去。孩子，妈妈好难受啊。小贝利亚，你让我们出去吧，我的妈妈病得真的很严重。不行不行，你们要是跑了，我爸爸肯定会收拾我的。小贝利亚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我真的扛不住了。烦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快走吧，我就当没看见。谢谢你小贝利亚，我们一块走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跟你们一块走，我不能背叛我的老爸，你们快走吧。怎么办？一会儿爸爸回来了，怎么跟他解释呀？小迪家动漫，爸爸，我回来了。这个小孩是谁啊？小贝，他以后就是你的弟弟了，你要好好保护他。你们都饿了吧？爸爸去给你们做饭了，你先陪弟弟玩，不要让弟弟哭哦。哼，爸爸骗人，我哪有什么弟弟。小贝，饭做好了，你自己吃吧，我去喂弟弟吃饭了。哼，以前都是爸爸陪我吃饭，都怪这个小屁孩，爸爸也不陪我吃饭了，只陪他吃饭，气死我了。小贝，你今天自己睡觉，爸爸还哄弟弟呢。不行，我要跟爸爸睡，你平时都是哄我睡觉，还给我讲故事，你是我的爸爸，又不是他的爸爸。小贝，听话，快去睡觉。你快给我走，这是我的家，又不是你的家，你还和我抢爸爸，快走。小贝小贝，看见弟弟去哪了吗？我让他走了，有了他你就不管我了，我讨厌他。小贝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知道吗？他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妈妈一样，都是一名勇敢的消防队员，在一次执行任务中，他们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，不幸都牺牲了。爸爸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对弟弟，我这就去把弟弟找回来。弟弟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赶你走，这是我家，以后也是你家，这个是我爸爸，也是你爸爸，以后你就跟爸爸睡，我是哥哥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小贝，你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小你们好好上学，我们去打怪兽，等放学了爸爸来接你们。好的，爸爸。放学了，我要排第一个，我的爸爸肯定是第一个来接我的。哎呀，怎么是小泰罗的爸爸呀？第二个肯定是我的爸爸。小泰罗，爸爸来接你了，走吧，爸爸带你一去买你最喜欢吃的软糖。好的，爸爸，走吧。小杰德，爸爸来接你了，快点上车。爸爸看到你太开心了，一天没见我特别想你。我的乖宝贝，我们回家了，爸爸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的小鸡炖蘑菇。宝贝，我来了，等久了吧，我在路上碰见了臭怪兽在欺负小朋友，结果来晚了。爸爸，你怎么老是不准时啊？好好好，我错了，下次一定准时。走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爸爸，你去哪儿啊？咱们家在这边呢。好的，儿子。快走，我们回家吃铁锅炖大鹅。啊、爸爸爸爸，你等等我，我还没上车呢。哎呦我的妈。小一号一定是我的老婆。哈哈哈，你猜错了，我可不是你的老婆。怪物一号，你竟然冒充我的老婆，真是太卑鄙了。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你管得了我吗？
那二号肯定是我的老婆。我也不是你的老婆，我是黑帅黑帅的黑暗炸鸡。你也来冒充我的老婆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小伙伴们知道了，一定会用狗头砸你的。赛罗，你太天真了，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相信光了，只相信我们黑暗，没有人会帮你的，哈哈哈。那最后一个三号肯定是我的老婆了。我也不是你的老婆，我是奥特之王，没想到吧。奥特之王，你也来冒充我的老婆，一定是你们三个把我的老婆给抓起来了。你们快告诉我，我的老婆在哪里吧，我好久没有看到我的老婆了。小迪家动漫，小朋友们都排好队，这个是小迪家的，这个是小黑暗扎鸡的，这个是小尤利安的，这个是你的。叔叔，为什么我的是馒头，他们的是汉堡包啊？他们的爸妈都是有钱人，你有吗？活该你没有爸爸妈妈。啊！你给我闭嘴，怎么可以当着孩子的面说这样子的话呢？他有爸爸妈妈，他的爸爸妈妈是超级英雄，在一次事故中牺牲了。你明天不用来了，你被解雇了。小迪家动漫，给我把地上的垃圾也扫干净。阿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我就是不喜欢你们这个野孩子，赶紧的给我扫干净。你爸爸回来了，你们赶紧给我回你们的房间去，不要乱说话，敢乱说话我就揍你们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我们再也不要待在这个家受欺负了，我想我们的妈妈。小迪家动漫。奥特爷爷，他们四个当中肯定有一个偷我萝卜刀的。你们到底是谁偷了小迪家的萝卜刀？奥特爷爷，我最喜欢玩奥特曼手表了，我没有拿小迪的萝卜刀。奥特爷爷，我妈妈从来不让我玩这个萝卜刀，说很危险，我也没有拿。奥特爷爷，我家里有这个萝卜刀，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拿。奥特爷爷，我有我自己的萝卜枪，所以我不玩萝卜刀。到底是谁拿的呢？谁来帮帮小迪家呀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哇哦，是赛罗叔叔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看我的。哈！还不现出原形。哎呀，还是被发现了。臭怪兽，让你做坏事，跟我走。谢谢赛罗叔叔，还我们清白。小迪扎动漫，你好，医生阿姨，小迪受伤了，你快去救他吧。好，我去看看。小迪，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吗？我没事啊，我在练习拳击呢。这个小贝又在撒谎，太不像话了。消防员叔叔，消防员叔叔，小赛家里着火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去救他。小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消防员叔叔，我跟妹妹在玩萝卜刀呢。这个小贝利亚竟然骗我。警察叔叔，你们赶快来啊，有小偷啊。小贝，你肯定又在骗人，我们才不上当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撒谎骗人了。小迪家动漫，好，快点给我钱，我要去买好吃的好玩的。怎么才这么点，全都给我拿来吧。老板，我要买奥特曼手表、萝卜刀还有大炸鸡。哇，还是大炸鸡好吃。萝卜刀真好玩。你是疯了吗？干嘛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。你看看你在干什么。你爸爸每天风吹日晒是为了谁？都是为了你这个不孝子，为了你不舍得吃不舍得喝，新衣服也不舍得买一件，有病也不敢去医院。你知道你爸爸有多辛苦吗？赛罗叔叔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去找爸爸道歉。你爸爸现在在医院里。我爸爸怎么会在医院里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爸爸为了多挣钱给你花，每天要做好几份工作，刚才就在你要完钱以后，在街边打扫卫生时晕倒了。爸爸爸爸，我错了，儿子不孝，你每天为了养家这么辛苦的工作，我还大手大脚的花钱，对不起爸爸。爸爸您赶紧好起来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，儿子也长大了，也可以为你分担了。小迪，你终于长大了，爸爸好开心。啊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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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啊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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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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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啊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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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小迪家动漫，谁来救救我们啊？爸爸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，好想回家呀。宝贝，再坚持一下，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小雷欧，叔叔来救你和爸爸了，冻坏了吧？快上车，我们赶紧回家吧，我给你们做热腾腾的火锅吃。爸爸，我也好冷啊，有谁来救我们啊？小托，来，爸爸抱着你会暖和一些的。老托，小托，
我来接你们回家了。我在家给你们做了铁锅炖大鹅，我们赶紧回家吃吧。谢谢你，黑暗扎鸡。这里太冷了，快点走，咱们赶快回家去吧。爸爸，怎么没人来救我们啊？我们都快要冻僵了。爸爸，我们今天去打怪兽受伤了，现在又这么冷，我好想妈妈和爷爷奶奶，我也想吃火锅，想吃铁锅炖大鹅，谁来救救我和爸爸呀？小迪，对不起，都是爸爸不好，没能保护好你，我们马上没能量了，我们现在要离开地球回光之国了。迪迦哥哥，小迪，你们会没事的，我们来接你们了，快走。小迪加动漫，你好，我的车需要加黄色的油。好的，再见。你好，我需要加红色的油。没问题，再见。你好，我要加绿色的油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嗯，等一等，贝利亚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小迪加动漫，妈妈，我肚子好痛啊。小赛乖，妈妈帮你揉揉就不疼了。呀，别再哭了，吵死了你，吵得我写作业都写不了了。小乔，弟弟哭是因为肚子疼，你不但不安慰他，怎么还凶他呢？哼，疼就忍着，反正不能再哭了。姐姐，我来帮你呼呼，这样你的伤口就不疼了。弟弟，对不起，前两天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不仅没关心你，我还凶你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咦，我的汉堡包呢？我的汉堡包也没有了。肯定是贝利亚干的。我有办法了。小迪加动漫，爸爸爸爸，快上来，我肚子好饿呀。好的宝贝。游泳可真是太舒服了，小迪你稍等一下，爸爸马上穿上衣服去给你做好吃的。我的衣服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小迪，你有没有看到爸爸的衣服啊？没有啊，我过来的时候晾衣架上就没衣服。不好，我的衣服可能又被托雷基亚跟黑暗扎鸡偷了。小迪，走，我们找他们要衣服。黑暗扎鸡，托雷基亚，你们快给我出来。迪迦，你这么用力敲我家门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去买水果回来。买什么水果？我看你们是刚偷衣服回来吧。迪迦，你可别乱说，我们一直在逛街买东西，可没有拿你衣服，不信你们看看。哎呀妈呀，原来是可恶的龙卷风在搞鬼，爸爸咱们赶紧去追吧。我们的水果，可恶的龙卷风。哎呦我的妈。小家动漫。赛罗哥哥，我们逛街回来了。赛罗哥哥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刚离开不到两个小时，你们怎么变成石像了？格力乔，我有办法让他们醒过来。一个奥特曼卡片就可以换取一束光，只要能集齐100个奥特曼卡片，有100束光，迪迦哥哥跟赛罗就能变回来了。我有赛罗哥哥的奥特曼卡片。我有迪迦哥哥的奥特曼卡片。格力乔，我们来唱一首歌吧，这样相信光的小伙伴就会给迪迦哥哥跟赛罗奥特曼卡片的，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形态了。月上我心头，时间的爱恨情仇，漂泊天涯回首，怀念他眼眸，不醉相思愁，几时休，谁为你停留，落月随风寥落，花落花深秋。同学们，你们的小冰箱都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我的是小猪佩奇的。我的是汪汪队的。我的是喜羊羊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开看看里边都有什么，先看小贝利亚的。小贝利亚，你的冰箱里怎么都是冰激凌啊？老师，我最爱吃冰激凌了，各种各样的都喜欢，你们要不要尝尝？小贝利亚，冰激凌太凉了，吃多了会拉肚子的，而且糖分也很高，对牙齿不好，你这个不合格。下一个看小赛罗的。小赛罗，你的冰箱里怎么都是饮料啊？老师，我们家都爱喝饮料，尤其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喝上一口，
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。小赛，饮料也不能多喝，尤其是碳酸饮料，还会腐蚀牙齿，所以小赛的也不合格。下一个看小迪家的。小迪家冰箱里都是水果蔬菜，我们平时多吃些水果蔬菜对身体好。小迪家的冰箱非常优秀。小迪家动漫。小迪，你怎么在爸爸车上？爸爸着急去灭火呢，赶快下来。爸爸，你带我一起去呗，我跟你一起去灭火。不行啊，很危险，你乖乖在家等爸爸。小迪，快下来，妈妈要去救治病人。妈妈，我也想去，我要跟你一起去救病人。不行，妈妈很忙的，照顾不了你，你在家要乖乖的。哥哥，你带我去上学呗，我在家太没意思了。不行哦，弟弟，你太小了，还不能去上学。哼，都不带我，那我去睡觉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许哭，也不允许告诉家长，还不许告诉老师，不然我还揍你。我不会说的。宝贝，你回来啦，你怎么啦？走路怎么怪怪的？没什么。你手怎么了？让我看看。怎么有一道这么深的伤痕啊？我不能说，不然还会挨揍。是不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？你告诉妈妈，妈妈会给你撑腰的。老师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你欺负同学，我们学校不欢迎你这种小朋友。你快走。小迪家动漫。卡蜜拉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该下班了，快回家吧。好的，路上慢点。迪迦，这都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？好的，干完这点活就走了。妈妈你回来了，我们好想你呀。小迪迦小蜜拉真乖呀，还帮妈妈做家务呢。妈妈给你们买新鞋子了，一会穿上让妈妈看看好不好看。妈妈整天都穿着旧鞋子，还那么辛苦的工作，却总是给我们买漂亮的鞋子衣服。宝贝们，爸爸回来了，猜猜爸爸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。呀，我们最爱吃的炸鸡腿，谢谢爸爸。爸爸你也吃，你和妈妈上班辛苦了。爸爸不饿，爸爸吃过了。嗯？怎么是馒头？爸爸原来你是吃的这个呀。宝贝，爸爸吃什么东西都行，只要你们有好吃的，爸爸就满足了。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你们什么都舍不得，总是给我们买好的，我们长大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。小迪家动漫。游泳运动真是太棒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小梦赶快穿上衣服，我还要赶紧回家做饭呢。我们的衣服呢？我明明挂在衣架上的，怎么不见了？好冷啊，我还是先穿上罗索的衣服吧。那我就先穿布鲁叔叔的衣服吧。布鲁叔叔的衣服太大了，我穿罗索的衣服还挺合适的。嘿，大胆小贼竟敢偷穿我们罗布兄弟的衣服。罗布兄弟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是梦比优斯啊，不是小偷。罗布叔叔，我是小梦啊。你们干嘛穿我们的衣服啊？你们的衣服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游泳完发现我们的衣服不见了，实在太冷了，我们就先穿你们的衣服了。最近有怪兽经常出来捣乱，肯定又是他们干的。梦比优斯，你带孩子在家等。小迪家动漫。我的变形金刚不见了。是不是你弟弟拿去玩了？哼，那是我的，我得要回来。小小赛，这个玩具是我的。我要玩，我要玩。不可以。妈妈，我把变形金刚拿回来了，可是弟弟哭了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呀？宝贝，弟弟是你的，玩具也是你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嗯。弟弟，你别哭了，我把玩具借给你玩。弟弟，你要记住了，是你的东西你才能要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能随便拿哦。嗯。小迪家动漫。妈妈在外面扫地，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呢？我要出去看一看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地上怎么有怪兽的脚印啊？不好，妈妈有危险。小迪，你怎么哭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何丽乔阿姨，尤莉安阿姨，我妈妈好像被怪兽抓走了，该怎么办呀？小迪，别着急，我们这就去把你妈妈救回来。
我用山川作酒，敬你旷世温柔，就算是死我亦不休。我乘一叶孤舟，飘荡江水悠悠，只剩我一番深情徒留。看不破镜中花开水中月，弹指时间云烟飘过千年。逃不过此情难断亦难绝，往事心情我一生一世念。空啷啷啷啷啷，空啷啷啷啷啷啷。哎呦，我要去上个厕所。妈妈妈妈，我的充气宝不见了。别着急，妈妈带你去找一找。儿子，这个充气宝好玩不？嗯，就知道是你这个臭怪兽搞的鬼。啊！小迪加动漫。叔叔，请问这是你的东西吗？不是我的东西。叔叔，这是你的吗？小朋友，这也不是我的。阿姨，这是你的东西吗？这也不是我的。阿姨，这是你的东西吗？这个书本是我的，谢谢你，小朋友。叔叔，这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叔叔，这是你的东西吗？不是的，小朋友。阿姨，这是你的吗？是的，谢谢你。叔叔，这是你的吗？这不是我的。叔叔，这是你的吗？这是我的，谢谢你。叔叔，这个大锅肯定是你的。是的，就是我的。爸爸妈妈，姐姐，我回来了。嗯？家里怎么还有一个小迪迦呢？他是小迪迦，那我是谁呢？你走吧，我们不要你了，我们只要这个小迪迦。这个小迪迦又听话又爱学习，认识的字又多，以后他就是我们的儿子了。是啊是啊。姐姐姐姐，你也不要我了吗？是啊，小迪，你总是不学习，认识的字又少，还撕烂我的作业。小迪，你怎么啦？妈妈，我梦到你们不要我了，我以后会好好学习的。小迪家动漫。弟弟，妈妈出去扔垃圾都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姐姐，咱们出去找找妈妈吧。妈妈妈妈妈 妈，你在哪里呀？弟弟，你看地上怎么这么多怪兽的脚印呀？不好，妈妈肯定是被怪兽抓走了，弟弟怎么办呀？爸爸跟赛罗叔叔去打比赛了，我们呼叫戴拿叔叔跟梦比优斯叔叔吧，呼叫戴拿叔叔梦比优斯叔叔。小迪迦，小蜜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叔叔，爸爸跟赛罗叔叔去打比赛了，妈妈被怪兽抓走了，你们快去救救妈妈吧。小迪迦，小蜜拉，别怕，你们回家等着，我们去救你们的妈妈回来。不饮花间一壶酒，笑着千古愁，可知花香醉人愁更愁。青石明月照白头，少时梦回首，盼不人等的酒重楼。再饮花间一壶酒，笑着千古愁，也知酒不醉人愁更愁。寒食温口叹蹉跎，少时梦回首，那不人等的酒重楼。爸爸是属虎的，妈妈是属兔的，姐姐是属龙的，我是属大象的。不对不对，爸爸是属龙的，妈妈是属虎的，姐姐是属兔的，你也不是属大象的，你是属小狗狗的。这是我的榴莲小屋吗？不是哦，我的小屋要橙色的钥匙才可以打开。你是我的苹果小屋吗？不是哦，我的苹果小屋要红色钥匙才可以进。你是我的香蕉小屋吗？不是的，我的香蕉小屋要黄色钥匙才可以打开。请问你是我的菠萝小屋吗？不是的，我的菠萝小屋要黄色钥匙才可以打开。那你是我的猕猴桃小屋吗？是的，你的这个钥匙可以打开我的猕猴桃小屋。哦耶！我猜这个是小戴拿的爸爸。猜错了，小梦，我是你的爸爸。我猜这个肯定是我的爸爸。小泽塔，你猜错了，我是小奥特之王的爸爸。那我的爸爸在哪里呢？小泽塔别哭了，你看这里，这个才是你的爸爸。猜对了。小迪加动漫。把你的变身器给我。这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你？爸爸，我就要他的变身器，我偏要。把你手里的变身器给我儿子。这是我的，我不给，我要告诉我爸爸，你们欺负我。这样吧，
我用我这个变身卡跟你交换。我才不要你的变身卡呢，我爸爸有好多呢。那我用这个奥特曼手表跟你交换吧。奥特曼手表我家里也有，没有我这个变身器好玩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想挨揍了？哼，爸爸你快来啊，被老黑欺负我。敢欺负我儿子找打。赛兔子来了，小贝快跑啦。小迪家动漫。小赛，你怎么能打你妈妈呢？给我住手。爸爸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打妈妈，是因为下午的事。下午放学，妈妈接我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有一个黑影飘过，然后妈妈就晕倒了。我现在正帮妈妈把黑暗能量给吸出来呢。啊，小迪，你是好孩子，可不能说谎啊。什么黑暗能量啊，你倒是吸一个给我看看。爸爸，我没说谎，我吸我吸我吸吸吸。原来是黑暗扎基，你个老六敢欺负我老婆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贝利亚爸爸，你怎么打我呀？我是小贝利亚。你才不是小贝利亚，你是赛罗变的。赛兔子，看招。爸爸，你怎么也打我啊？我可是你儿子啊。你才不是我儿子，你是臭迪迦变的，快快现出原形。臭迪迦看我石化魔法。爸爸，我可真是你儿子，你不能打我。我怎么不能打你了？我儿子去上学了，你是可恶的戴拿变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接招吧。小迪迦动漫。宝贝，爸爸来接你放学了。嗯，我的爸爸不会太多垃圾啊。不好，是坏人，怎么办呀，怎么办？有了，爸爸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有东西落在学校了。小迪，你怎么又跑回来了？老师，快报警，学校门口有坏人。小迪别怕，老师这就打电话。警察叔叔，我们学校门口有坏人，你快点过来啊。不许动，你被逮捕了。